那我们来讲的第一点就是 Photoshop 的界面设置。Photoshop 界面设置更多是针对于我们的贴图工作当中。那首先我要讲的第一点是新建设置。新建当中有什么设置呢？我重点围绕它的一些初始化的尺寸参数，以及一些快捷键。那我们简单来演示一下。我把 Photoshop 已经打开。我用的这个版本是 CC2014，那现在最新的 Photoshop 版本是 CC2015，但是 CC2015 比较不稳定，所以我现在用的是稳定版本当中的最新版本。单击文件新建，快捷键是 Ctrl 加 N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发现刚装好的 Photoshop 它有一个默认大小是这么大。但是我们做网页的时候，预设当中有个 Web，然后右面有一个大小这一块。那考虑到现今的网页，我们更多用的是1920的宽。网页设计和普通的平面设计最大的区别在于，网页设计它是固定宽度，而高度是不确定的。我们再回头来看，如果我用默认Photoshop 大小，它的单位是厘米，但是我们用到网页，它的单位是像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 Photoshop 这个软件，除了网页设计，更多用于设计其他领域，它的范围实在是太广泛。我们用到生活当中，比如要打印，那我们的大小肯定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单位，比如说厘米、毫米、米这块。但是在网页当中，是在计算机上面，我们是不打印的。不打印出来的文件，我们的单位就用像素来定。好，那我在这里，我们还是用自定义。注意，宽度我们是用1920，高度我们可以自定，比如说我现在定一个2000的高度。然后分辨率，网页设计的分辨率，现在比较流行的还是用72像素英寸。颜色模式 RGB 八位。重点要注意，背景内容是透明色。就这样，我们单击确定，就已经把新建给完成。那新建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样的一点啊，初始化界面设置。那么既然说到界面设置，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把数值参数写好之后，然后呢存储为一个预设。存储了之后，我们可以以后直接调用使用。这是我要讲的界面设置的第一点，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，叫移动工具设置。移动工具设置，如果对于懂 Photoshop 的朋友来说，会觉得这个移动工具有什么设置的吗？来，我们看，移动工具其实就是我们的工具栏中的第一个，它很简单，移动工具。当我鼠标放下去的时候，它已经有提示了，移动工具，快捷键是 V。也就是说，我无论是在什么工具下，当然非文字编辑状态，在正常状态下，当我按字母 V，它就会自动给我回到移动工具来。那移动工具它的功能是什么？为了讲解移动工具，我需要一个事例。所以呢，我们把慕课网提供的一个网页案例的原 PSD 文件打开，感谢慕课网提供 PSD 原文件支持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打开了。我们看右边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再看这里，再看这里，再看这里。天哪，这是些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多图层，好乱啊！好吧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我要选中其中某一个图层，我要移动它。那我们可以发现，现在默认选中的是首段，那首段这是一个主，它有多个图层。当我隐藏的时候，我们就基本上看得到它到底有多少内容。OK，那我们移动它的时候没问题，可以把整体都给移动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我想移动其中的某一部分，比如说我想移动立即注册免费学习这个按钮，该咋办呢？好，我们可以从这里来找啊，运气还不错哦，我们现在就找到了，看来我今天可以去买注头彩了。那我就现在选中它，那就可以移动这一部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
今天是运气好，如果是运气不好呢？或者我移动的内容藏得比较深，那我该咋办呢？好，细心的同学已经发现这里有个自动选择，我把它勾选上，勾选上之后我再点击，但是我们再看，明明我刚才选择是立即注册，但是当我点击的时候它又回到了最上面来。哦，原来我选中的是主，当我把它改成图层之后，我点立即注册，好，它就给我直接选中了立即注册这个图层，那我就可以移动这一块。行，这个非常好用。我个人的建议是自动选择不要勾上，但是在选择这一块我们把它选为图层，选中为图层之后，那当我们要选中某一个图层，比如说这里有个零基础，行， Windows 系统按住 Ctrl 键，如果是苹果系统按住 Command 键，然后在图层上面单击鼠标左键。好了，细心的同学已经发现，当我单击的这一瞬间，它已经给我直接定位到选中了零基础这个图层。好了，这就没有题。这是选择的界面设置。来，我们再回头来看第三点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是视图设置。那视图设置，聪明的同学已经发现了，这里有个视图。好，在视图这里，我们需要把哪两样勾上呢？一个是智能参考线。那当然参考线也应该勾上，那我们最好用智能参考线，因为智能参考线勾上之后，在切图的过程当中会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，这个在稍后我会讲到。另外我们还需要打开一样东西，叫标尺，叫标尺。那标尺的快捷键 Ctrl+R， OK， 我们把它勾上，记住标尺要把它勾上，然后智能参考线要勾上，这两个是一定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看窗口这边，在窗口这里，初始化的窗口，它是有库、图层、颜色、选项、工具等等等等等等。那我们现在有很多是不需要的，那我们可以把不需要的给它关闭，比如说把库给关闭。好，新进的同学发现右边在发生变化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颜色也给关闭。因为我们没必要用那么多，切确的说我们最需要的是图层，通道也可以关闭，路径同样也可以关闭。然后这里有个历史记录，历史记录我们把它拉过来跟图层放到一起。另外这里有一个叫属性的，属性的这一块其实我们可以不需要了，所以呢我们把它点出来，然后同样把它关闭。然后我们再打开两个，一个叫信息，一个叫字符。属性我们不需要，我们把属性关掉。好，信息保留。然后我们在窗口这边再把字符给打开。段落我们是不需要的，所以段落也可以关闭。然后我们把信息给它拉上来，放到这里作为一块，那再把字符也拉过来放过来，这样我们的四大面板就已经形成，图层、历史记录、信息和字符。然后还需要做一个事情，在信息这里单击信息面板右边的这个设置，然后呢选中面板选项，在面板选项当中注意，其实刚才我已经说到了 Photoshop 它更多用于平面设计，所以我们更多需要什么？作为切图的话，我们更多需要把它默认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单位改成像素，所以我们把这个鼠标坐标单位改成像素。然后颜色模式我们都一定要用 RGB 模式。好，第一颜色模式也是 RGB， OK。 然后把文档尺寸这栏给勾上，勾上了之后单击确定，确定完之后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在这里它已经有一个信息，什么的信息呢？我当前文档宽度是 1920， 高度是2000像素，并且文档的大小是11兆。然后当我鼠标移动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我鼠标在哪里，它已经把我的位置给定位出来。那懂前端的同学应该知道，这对我们写绝对定位或者说固定定位有一定的帮助。另外
当我们在拉选区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它直接就会给我们标明这个选区有多大。好，这个选区是有多大。OK。最后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设置，在编辑，然后像我的屏幕稍微小一些，往下拉一点，这个首选项，在首选项当中有一个单位以标尺。好，建议大家把这一块全部改为像素，文字的大小也改为像素，然后打印分辨率不用改，屏幕分辨率72， OK， 没问题。列尺寸，装订线，这一块只是涉及到打印，跟我们的网页设计没有直接关系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去修改，关键就是把单位都改为像素，然后单击确定。好了，来，我现在再把刚才这一个 PSD 给打开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打开了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随便看一块，比如说我就看我选中的这一个图层。好，我按住 Ctrl 来点，它给我形成了一个选区，并且这个选区的信息已经在这里显示120的宽度，120的高度。行，那我知道这么宽这么高，那有的时候我不一定要切这个图出来，我仅仅只需要它的大小，那行，我知道了120的宽度，120的高度，这就足够了。 OK OK， 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1920像素，对吧，高度是5562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字符，字符的话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选中的这个字，我们找一个字，找到这一个字，它就已经把我们的字体是多大这一块全部给我们显示出来，这对于我们写 CSS 是非常方便的。最后，在界面设置最后，我的建议是，当我们设置完之后，在这里有个窗口工作区，然后这里有个新建工作区，建议大家把它取名，比如说叫 Web 切图，好 ，Web 切图，然后快捷键菜单这块我们都可以捕捉下来，比如说菜单是哪一块的，都可以像这样，快捷键这一块我们把它保存下来，存储。为什么要存储呢？我们仔细来看，现在如果一不小心我把 Photoshop 给它改为了基本功能，并且呢我把它复位了我们的基本功能这一块之后，哦吼，我刚才设置了半天都没了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窗口工作区，然后呢用我刚才刚保存的 Web 切图，我单击一下，好了，它回来了。 OK， 把不需要的关闭，就完成了。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界面设置。